生在屏东里港的死亡车祸，有一辆砂石车在过弯的时候疑似遭到了闯红灯的大货车拦腰撞上，巨大的撞击力道导致大货车的车头全毁，车内有三个人受困，而驾驶在被救出来时候就已经没了呼吸心跳，送医之后还是宣告不治。而同车的两位助手分别是左手骨折、腿骨骨折，意识清楚，砂石车驾驶则是多处擦挫伤。一辆砂石车在路口过弯的时候遭到一辆大货车拦腰撞上，巨大撞击力导致大货车车头全烂，车内三人受困。先把脚来，看到左脚可以，转力，转力，转背板先上，转背板上，等一下拉他会比较好拉。消防人员到场，赶紧出动破坏器材，小心翼翼将夹在变形车体里面的三个人给救出来。而这场车祸造成砂石车驾驶多处擦挫伤，大货车的驾驶被救出来时无呼吸心跳，送医之后宣告不治。同车两名外籍移工，一人左手骨折，一人腿骨骨折，均意识清楚。回到车祸现场，警方协助指挥交通，大货车前方扭曲变形几乎全毁。而这起车祸事件就发生在十四号早上9点多，国道十号屏东里港交流道平面道路，当时砂石车准备左转进到里港交流道，遭到疑似闯红灯的直行大货车撞上。砂石车驾驶赖男，经酒测后并无饮酒情事，另经检视监录画面，一样大货车直行闯红灯肇事。详细的车祸原因警方还要再厘清，大货车的驾驶疑似闯红灯酿祸，还因此赔上一条命。记者苏世伟在屏东的采访报道。